南投台风尾重创南投，暴雨狂袭，道路坍方，停水停电又断讯，结果陈奎仁不止没到南投看灾，居然还在高雄放南投冷箭。不得不讲一下陈市长他的超前部署，但是有一些线就不是这样，都不是这样。高雄这边有超前部署，不像说是在南投呢。陈建仁明着讲南投就是没超前部署，正值南投还忙着灾后重建，陈建仁迫不及待大搞政治斗争。陈建仁不是号称温暖内阁吗？对于不是你同党籍的南投就这样的冷血吗？难道是天主让你有这样的说法吗？ 陈建仁也被做成梗图揶揄，说他水灾后立刻吹捧高雄消费南投，圣骑士不该指圣骑士。网友更是炸锅，圣骑士也邪化了吗？这什么鬼行政院长笑自己的国民吗？你的天主爱世人不爱南投人，要是换成马政府的官员，早就下台谢罪。如果院长有机会能够到南投县来，还可以去了解仁爱乡跟新义乡的整体的状况。雨下下来的时候，我们的连外道路只要一中断，它就让仁爱乡形成一个 孤岛，所以这个并不是SOP，就这么简单讲就可以去理解的。许淑华的柔性喊话对比陈建仁的高冷放箭，谁才是真的关心南投高下立判？就连总统蔡英文到南投仁爱乡看灾，也引爆民怨。 蓝营指出，原本以为大小姐要到雾社的仁爱乡公所视察，因此马路上实施交管，车辆动弹不得，赛车无法进出，所有车辆塞了快两小时。你造成了我们雾社大街最有名的大街交通大堵塞，就是为了迎接蔡英文总统，既然 最后呢，他也没出现。昨天这一场，你到底是真的是去救灾呢，还是去作秀呢？看灾政治学被蔡政府搞成作秀政治学，府方说别用口水取代汗水，只是真正打口水战的，不就是蔡政府自己吗？这段时间做出最大的努力，那我们争取的是援助工作可以持续。谢鹏宇、林晨佑，台北南投综合报道。